的拥抱。棉花糖，你做的好快呀！希望云朵妈妈也快点做完店里的蛋糕，就能陪我玩啦。谁的空竹啊？是我的，没打着你吧？没有啊，董叔叔，我们能看您玩吗？我玩的不熟练，你们站远一点，别被碰到啊。可以了吗？好了，我开始了。哎，好好看呐。好厉害，董叔叔太棒了。我还要多练练。董叔叔，您要参加比赛吗？不是，我想表演给我的父母看，他们以前最喜欢看玩空竹了，我想逗他们开心。爸爸妈妈都是成年人了，还需要逗他们开心吗？你们想想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来满足你们的愿望，让你们开心？对呀，所以我现在是成年人了，父母已经老了，我也要让他们开心，这叫孝顺。那我们小孩呢？懂事的好孩子也应该孝敬父母，让他们开心。云朵妈妈，我看董叔叔玩空竹了，他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又这样，好厉害。是吗？有时间我也陪你去玩。下午去玩吗？下午不行。明天呢？棉花糖，妈妈现在有点忙，忙完了再商量吧。好吧。这回做个什么造型呢？懂事的好孩子也应该孝敬父母，让他们开心。云朵妈妈很苦恼啊，怎么样才能让她开心呢？有办法啦。棉花糖，不能在这里玩球啊！玉朵妈妈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只能重做了。棉花糖，你自己玩一会儿吧。能帮云朵妈妈就好了。有办法啦，云朵妈妈，你很热吧？没关系的，我来帮你扇扇风吧。不行啊！又得重做了，我又闯祸了。终于做好了一个棉花糖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棉花糖去哪儿了？黄鸭，我想逗云朵妈妈开心，可是她更烦了，怎么办呀？棉花糖，棉花糖，云朵妈妈来训我了。棉花糖，帮妈妈尝尝味道。云朵妈妈，您不生气吗？我知道棉花糖的心意是好的，妈妈也要道歉。妈妈太专注自己的事情了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云朵妈妈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呢？董叔叔说，懂事的小孩从现在就要孝顺父母，让他们开心。棉花糖，你不需要特意做什么，你的心意妈妈已经知道了。孝心可以通过很小的事情来表达，比如爱的拥抱。我帮云朵妈妈尝蛋糕，好吃。我要全部吃完，不浪费妈妈做的食物。棉花糖真棒，妈妈还要做最后一个蛋糕，你来帮忙吧。好啊。云朵妈妈需要爱的抱抱吗？需要啊。棉花糖的拥抱真管用，妈妈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云朵妈妈加油。
呼啦圈。您女儿套得真准啊，几乎百分百中。可不是嘛。妈妈帮你拿吧。不用，我抱得动。今天有全民健身日活动啊。哇，棉花糖，你哪来这么多毛绒玩具呀？我在游乐场套圈套的。这个蓝色小象真好看，你喜欢？可是我不能送给你，因为他们是游乐场好伙伴，分开会难过的。好吧。社区的活动我可以来帮帮忙，可小朋友怎么参加呢？云朵阿姨，我们小朋友可以表演运动节目，我选择表演篮球。篮球有什么新鲜的？我可以用空易拉罐和篮球打保龄球啊。我选了跳绳，我和豪豪一起跳花绳，我们去练习吧。那我也参加。都被选完了，只剩下一个呼啦圈了。有了，米花，我们去准备节目。米花，来跳过去。不是转圈，不是纹，哎呀，也不是磨牙，跳，对，跳跳跳。现在从这边跳到那边。米花，你真聪明。好棒，就这样。棉花糖，云朵妈妈，您去帮忙布置下午社区活动的现场了吗？是啊，你想出创意节目了吗？想出来了，超级有创意。米花来。可是我看到通知说社区运动会会有很多老人和小朋友来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带宠物参加啊。不能和米花一起表演。米花，咱们白练了，看来不能去表演了。棉花糖，你不会这么快就认输了吧？动动脑筋总能想出办法的。能有什么创意呀？有了，不用米花出场，我自己也可以有呼啦圈创意表演。善良勇敢又可爱的棉花糖来啦！那云朵妈妈，我准备好了，不过还需要您帮个忙。现在请棉花糖小朋友表演创意呼啦圈。厉害，呼啦圈太好了。有请云朵妈妈来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个，敢挑战吗？没问题。哎呀，真准！厉害，好了，真棒！好吧，这次我服了，你果然是套圈高手。还有更好玩的呢。现在是集体表演，集体表演。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套圈，套到什么就送给大家什么。太好了，我要试试。我也要玩，我要套出蓝色小象，谁都别跟我抢。棉花糖，你舍得把毛绒玩具分给大家了？分享也很快乐，下次我可以再去套圈，我可是百发百中。没错。伙伴们，我也来加入你们了。